大家好，我是萌新超人，六一快乐。奇怪，怎么了？好强的能量波动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，是戴夫的时光机。潘妮，怎么还有胡姬冰仙子？你是萌新超人啊？什么？胡姬冰仙子说话了？太好了，萌新超人啊，快帮我一起寻找向日葵。找向日葵？游戏里不是一抓一大把吗？你看新人组里不就有向日葵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光芒万丈家族呢？就剩一个阳光菇了。还是晚了一步吗？这个时空的向日葵也失踪了。向日葵失踪？我来自两个月后的时空，由于向日葵的失踪，植物们濒临灭绝，江王国士占领了世界。我乘上潘妮回到过去，为了寻找失踪的向日葵，拯救植物们。不就是少了向日葵吗？植物们怎么可能灭绝？向日葵失踪了，原始向日葵没了，向日葵歌手没了，双胞向日葵也没了，家族残缺了，只靠阳光菇、月光花和黄金贝蕾产阳光，根本就供不应求。他们过度疲劳，最终累到灭绝。太阳神僵尸不断抢夺阳光，阳光库存渐渐空了，植物们再也种不出来了。江丸博士趁机带领僵尸突袭，植物在各大战场全线溃败，幸存的植物也越来越少了，不出一日就会彻底灭绝。什么？后果这么严重？那赶快去找啊！天空没有啊，花园里面没有，沙滩呢没有啊，屋顶上也没有啊。万能的魔镜啊，请告诉我向日葵在哪里。太好了，向日葵就在森林里，但是起雾了。雾越来越浓了，看不清啊。起风了，那是凤仙花射手啊，看错了。等等，快看那边，向日葵，快追啊！